声泪问you
心知，我有一言帮大家细听。我哋听范大夫讲，我哋听范大夫讲。古人云：将欲取之，必先御之。后期功夫，看落像买扶差欢心，其实是买扶差性命。一些珍宝良宝，出价不是很便宜吗？范蠡离吴归原，扶差专一筹结高苏台，我为恐他不够唐王富丽，答应输送巨木良才呀、啊！巨木良才，越国残破之后，哪有巨木良才呀、啊？有范蠡先祖勤劳国事，先王亲赐府邸，其中不少巨木良才呀、啊！范大夫你，范大夫，你要把府邸拆毁，输送扶差正事。毁一个家，买一个国，利莫大焉啊！范大。